新机买回来要不要 charge 满8个小时线？答案是不要。很多人讲哦，手机充电充个夜，它就会充超过100%，就是101、102、103，其实是错的。路边随便买的几块钱充电 cable， 为什么充电这样慢的 ？OK， 这个又回到了翻版充电器的这个问题啦。我是可能，今天我们就不开箱啊。今天我们来讲一讲关于手机电池这个东西。就是我们买了新手机之后，到底要怎样做才可以让我们手机电池更加耐呢？为什么我今天突然会拍这个题材的事情是这样子的？今年是2020年，我们从功能机到智能手机也经历了一段时间啊。当我以为全世界人都对手机保养这一块很了解的时候哦，我身边就有一个女生朋友问了我一句，啊不是，是两句，就是第一个，我的手机新买回来需不需要 charge 满8个钟？第二个就是我手机可不可以 charge 个夜，电池会坏的吗？当时我就知道今天这个影片我一定要拍，所以在看这个影片的你，就算你懂了还是不懂，都麻烦你帮忙share出去啊！因为世界那么大，总是有很多人不懂手机保养这一块的，所以我们要帮他们省钱，因为只要电池好就是手机好，手机好就是钱包好了。OK， 开始吧。我自己要去收集一些朋友的问题，我们直接从这些问题里面回答。OK， 让我看看。不要。OK， 我们先从第一个问题开始，就是新机买回来要不要 charge 满8个小时线？答案是不要。以前的手机是需要的，因为以前的手机用的叫做镍氢电池，所以你新机买回来一定要 charge 满8个小时线，因为你 charge 满8个小时哦，电池本身才可以记得自己最多是可以充多少，因为镍氢电池是有记忆性的。但现在用的电池叫做锂电池，锂电池是不需要记得的，一切都是智能，所以你想充的时候就充吧。你好骚啊。第二个问题就是手机可以充电充个夜吗？答案是好啊，没问题啊。很多人讲哦，手机充电充个夜，它就会充超过100%，就是101、102、103，其实是错的。是我想太多。现在是2020年，今时今日智能手机跟以前的手机是完全不一样了的啦。以前的手机可能像是安德达品牌手机啊，如果 charge 个月，是真的有机会会伤电池，甚至是电池肿胀或者是爆炸的。但是随着科技的进步哦，智能手机这个字哦不是白讲的，它是真的智能的。我看你完全是不懂啊。他会知道自己的利益在哪里，所以到100%的时候，他就不会再从 cable 那边接收更多的电量，他会自己 stop 的。那是因为现在用的电池叫做锂电池了，还是那句，就不是以前的那种镍氢电池。它里面哦，这个锂电池是有内置控制器的，就是它充到满的时候呢，它就会自动停止充电，所以充不充个夜都 OK 的。但是要讲一下，当锂电池充到100%的时候，是会进入一个循环充电的情况。比如说电量一跌到99%，它就会继续 charge 到100%，一直这样子循环下去。所以你早上醒来一看，电池永远是100%。这样虽然是没有危险，但是对电池会有少少负担。第三个问题，充电的时候我的手机发热是正常的吗？你好骚啊。这个其实有一点点的温度是正常的，毕竟在充电的时候有电量在进入你的手机内部嘛。我被你发热了。但是如果你发现很高温很烫手的话是不正常的，建议你马上送回厂 warranty check 一下啦。但是在送厂之前先 check 一下你的手机壳，因为一个不合适的手机壳也会造成手机过热的哈，比如说像是透气度不好的，像是这种或者是这种的。所以哦，如果你发现你的手机充电的时候有这个问题，你又很喜欢这个手机壳，你又不想换的话，建议在充电的时候脱掉你的手机壳啦。接下来的问题呢，就是手机电用到没电才充电 OK 的吗？不 OK 啊。以前的手机用的是镍氢电池就 OK 了，因为旧款的电池呢是要用到完全放电的，这时候呢它才会记得自己最多是可以 charge 多少。而现在的锂电池就不同了，它们是有限的充电周期的。比如说 iPhone 的电池充电周期是500，就是说你从0%到100% charge 满一次就是一个周期。那如果你是从90% charge 到100% 的话，你只不过是用了10%的周期。所以一天下来，如果你没有什么事就 charge， 没有什么事就 charge 的话，其实是不会浪费周期的。自己给个 tips 给你们，就是手机尽可能呢就长期保在40%到80%电量之间，如果少过40%的话就赶快拿去 charge 了，最好就不要少过10%，少过10%就很伤了。接下来的问题就是我的充电器包括 adapter 跟 cable 每次留在墙壁 standby 充电 OK 的吗？其实这点也不是很鼓励，但
是也没有什么太大问题啦。我们现代人谁不是这样哦，懒惰吗？下次哦，直接有一个动下去，拿下动你的肝肾啊！你问这种无聊问题，就可以 charge 了。但是哦，如果你的家有以下四种情况的话，麻烦你拔掉啦。第一种就是你的屋子是没有壁炉的，常常有电压问题或者是停电问题的。第二种就是你家有养猫猫、狗狗宠物，这种也是啊，非常的三个字啊，没有人干什么叫机器吗？你也不想你的狗去咬烂那个电线的嘛，而且会手电肿电这样好。第三，你的家是 condo apartment， 天花板会常常漏水的。第四，就是你就算把那个 cable 绑在墙壁，但是你碰到的时候有一种烧到会发烫的感觉。以上这四种情况建议直接睡觉，没问题的。拔掉，不要再躲在墙壁了。接下来不懂第几个问题，就是可不可以一边充电一边玩手机？事实上是可以的啦，但是也不是很鼓励啦。毕竟外面有很多那种走电的事情发生，像之前呢就有外国新闻讲，有人在一边充电一边玩手机的时候就爆炸了。其实我想解释，这一切都不是手机的错，是翻版充电器的错。所以记得，如果你用的是正版充电器的话，边充电边玩手机其实是 OK 的。接下来的问题就是路边随便买的几块钱充电 cable 为什么充电这样慢的？ OK， 这个又回到了翻版充电器的这个问题啦。平时你在路边然后看到那种卖几块钱的 cable 档口啦，他们卖的货全部都是不懂从哪里拿进来的货，而是不受认证的充电器，简称假货。所以如果你决定省钱买几块钱的 cable 去下取几千块买回来的手机，这样就不要嫌弃他们有像原装充电器下取这样快。臭小电哦，电池又耐不到几个小时，或者是直接融在墙壁。对，就是融在墙壁。所以这里建议大家最好就是买原装充电器。如果真的是觉得 budget 不够的话，至少买一个受认证的第三方原装充电器。比如说我自己在用这个 Chubby 上市能断电 cable 就很好用呀。它不是 normal cable， 它最大卖点是可以保护电池， charge 满了就自动断电，是完全把电源隔离，一旦 charge 满了就不会继续循环充电。像我刚刚有讲到，电池最好保持在40-80%，用了这个 cable 之后呢，满了也不会一直 keep 着帮你充电，这样对你手机电池会更好。所以要保护电池的话，我推荐这个哦。好，今天的最后一个问题就是，我需不需要常常关机电池才会比较耐？其实需要的，但是不用常常啊，可能你偶尔一个月关机一次也 OK， 或者是如果你习惯的话，你睡觉的时候你就关机哦，你睡觉手机也跟着睡觉，然后醒来的时候你才开回机，这样子对电池是比较好的。好，因为影片时长的关系，今天我们的解答就到这里吧。下一期如果你们想要看更多关于手机常识的问题，你们可以留言告诉我。想要这个影片的话，记得给个 like， 分享出去看很多很多次。我是可能下次再见，拜拜。